这样算一算哦，他单身也差不多一年哦。有没有花东公署？不知道了，不知道。一打开房门就可以看到他，很臭哎。需要他的时候人就在隔壁。如果你们现在两个躺在同一张床上的话，你敢确定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？我要上班。等一下我载你啊。好。叫那么顺，爱上我了。唐佳妮，我们来约会吧。每周六晚间10点 ，TVBS 欢乐台《16个夏天》。